说社区核酸不好使，再重新做核酸。我给你全录下来了啊，你就搁这磨想。他是120送来的，急救的他妈脑梗，哪们就搁这他妈耽误，现在在那凑。我们医院已经声明了，这个人不是脑梗，是我们医院老患者。这个视频呢，它是有点断章取义，而且呢，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在走下一步的调查，而且呢要公安也介入。48小时核酸来我们医院看病都可以正常来，我们医院门诊就是这样接待的。但是如果你要住院的话，我要提供今天之内的核酸。